9月4日，一则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快播破产清算的消息，又让快播及其创始人王兴回到大众视野。9月3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披露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深圳金亚太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金亚太科技对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快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即日起生效。裁定书称，被申请人快播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故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虽然快播已经成为历史，但快播创始人王兴已经有了新的事业。今年2月7日，在服完3年6个月有期徒刑后，快播创始人王兴出狱。工商信息显示，深圳市云歌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26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王兴持股 91.5%， 法定代表人为彭彭。除了王兴，持有深圳云歌公司股份的还有他的老友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以及戴科英、吴明、宋哥和王宇。其中戴科英据称是五八同城老板姚金波的妻子，深圳市云歌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和小鹏和姚金波在王兴出狱首日即相约晚餐。2月7日，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在微博上晒出了和王兴的合照。今天特别高兴王兴兄弟的回归，身体很好，思维完全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一起讨论了 AI、视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也听到了很多秘闻和往事，坚信不久将来，江湖中会有王大师的下一段的传奇故事。天眼查提供的企业简介显示，云歌人工智能致力于用人工智能调度系统改变我们的生活。公司于2018年2月正式成立，目前在深圳设有研发部门，获得 IDG 和 BAI 领投的超过3000万美元天使投资。公司目前正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调度系统，让每个独立的个体都能找到自我实现的通道，让万物皆可被调度。拉勾网上的信息显示，云歌人工智能公司在还6月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工作地点在深圳，岗位包括 PHP 开发工程师、产品运营、行政助理等。另外，在注册于2018年8月27日的北京林歌技术有限公司中，王兴的职务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彭彭为总经理，股东为 Ringo HK Limited。 北京林歌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3000万美元。现在的王兴和太太常常在微博上分享生活动态，在今日快播遭到破产清算的消息出现后，王兴也发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好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游居，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